2022年，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14760.81亿元，其中中央本级安排14504.50亿元，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7.1%。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按照军队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安排，全力保障规划任务推进落实，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；二是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，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、结构布局、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；三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，保障军事政策制度等重大改革；四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持续改善部队工作、训练和生活保障条件，提高官兵生活福利待遇。